有一次我们三个人相约要自驾去花莲玩。那时候我的迷向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迷吃中药，可是吃中药会有一个副作用，它就是帮你排毒，而且要排除你身体的湿气。我看到有人在点头，那吃中药是不是会一直排？结果我竟然在回程的路上半山腰看到了一间厕所，我觉得那一刻真的老天爷有在疼我，他没有真的让我完蛋这样。然后我就赶快冲上去，我来的时候还没看到他，竟然回去的时候看到他，我就赶快冲上去，然后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然后我就噼里啪啦呛，然后就哇，哦，那一刻我真的是阿弥陀佛，你知道。来是谁都是一丝不挂，梦被现实过了一把，爱因斯坦也这样，故事才有了伟大一把。Everyone have fun, be fun. Everyone have fun, be fun.